本期将解一个2024年最新玩法转转无货源电商项目，新手小白简单操作，长期稳定，日收入500块钱以上的一个项目。转转电商是国内最大的啊这个二手交易平台，背靠微信，流量非常大，目前用户还在稳定增长，用户基数啊大，转转拥有大量的用户啊，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这个市场空间啊，成本较低，而且还能获得高收益。大家看看，不同于其他项目看不见收益，这个新手小白就可以操作，卖一单赚一单，可长久持续操作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的介绍、项目的准备、实操流程、上下，还有这个货源的获取都有讲解，还有这个货源是怎么寻找。如果想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个转转无货源电商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